琅琊矗立三千载，宜州历史照千秋。中国商贸物流之都，全国运输主枢纽城市之一，山东临沂。山东森茂机械有限公司坐落于中国第一板材生产基地临沂义塘工业园，是一家专业从事人造板设备研发、生产制造、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主要生产人造板全套机械设备，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并远销欧盟、东盟、中东地区，为森茂机械更快、更新、更高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成立以来，公司始终秉承科技铸造品质、服务创造品牌，坚持高起点、高品质的产品研发思路，努力用科技和售后服务打造国际一流品牌。主要产品为爆花板、密度板、多层板、木工板等成套设备，以及各种规格新型热压机、预压机、数控全自动多层板铺板机系列、烘干机、数控全自动聚边机、各种除尘设备、滚筒烘干机系列、滚筒、网带、单板干燥机、各种传送料设备、杀光机、自动送板机、升降台、涂胶机等各种人造板设备，获得业内广泛肯定。研发生产的高精度数控纵横聚边机、数控自动铺板机获得国家多项专利，领先国内市场，先后与江苏最大板材生产企业兰蒂斯木业、菲亚木业、韩氏木业、银川木业、山东新港集团、河北廊坊新山木业、辽宁铁岭固军木业、广西南宁广成木业等各省市龙头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设备远销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安哥拉、印尼、土耳其、埃塞俄比亚、印度、菲律宾等40多个国家，深受国内外客户好评。目前，公司荣获文明诚信民营企业、省级首合同重信用企业、山东省消费者满意单位等荣誉称号，客户的认可就是我们前行的动力。企业拥有了文化，就如同人有了思想，前进的脚步才能勇往直前。森茂人恰如其分地印证了这一点。文化作为一种资源，被森茂视为企业的灵魂与核心价值体系，凝聚着每一位森茂人，从而建立了富有森茂特色的企业文化。全体森茂人发扬诚信、激情、梦想、付出的精神，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百舸争流，千帆竞渡，山东森茂机械有限公司在国内外客商的支持以及森茂人的努力下，在连续大跨步的蓬勃发展中，闯出了一条具有森茂特色的奋斗发展之路，不断进取，合力拼搏，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